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五个数字7、8、9、10、14，那么 S2 哈代表任意两个数相乘以后把它加起来 ，S3 代表任意哈三个数相乘把它加起来 ，S4 代表任意四个数把它相乘以后加起来。那么他们说哈 S2 加 S3 加 S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哈做一个那个多项式 f(x) 哈。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 x 减 7，x 减 8，x 减 9，x 减 10， 还有这个 x 减 14。 好，那这个展开来以后的话，这个一次项的，没有，四次项的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展开来是 s 平方的啊，这是五次方，然后再四次项的哈，那个，四次项的哈，它的系数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哈，每一个数呢相加以后加负号，为什么？这个是负七嘛，啊，负七的话乘以呢四个 x， 也就是说哈，这是负的多少 s 一。就一个数相乘 ，x 四次方，啊，负正负嘛，加上多少 ？s 二 ，x 三次方，减掉多少？这里三 ，s 二次方，加上 s 四 ，x 一次方，啊，减掉 s 五 ，s 五的话就是常数项，哦，这个总共五项，总共五项，所以是负的，哦，这个是五个相乘。好啊，这 S 五我们很容易算出来。S 五的话就是说，五个数相乘啊，哦，这7、8、9、10跟14。啊 ，S 一的话也很容易算，就是说呢，7、8、9、10、14，把它加起来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我两边哈给它什么呢？代负一。这个代负一的话就多少呢？就一减七哈，这是负六，它乘以多少？负七，它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，没有，负一的话，这应该是负八，负八乘以负九，乘以负十，乘以负十一，再乘以多少？负十五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这负号等于就是负一，减掉多少 ？S 一，减掉 S 二，减掉 S 三，减掉 S 四，减掉 S 五。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有多少呢？有那个1、2、3、4五个负的嘛，所以是负的，移过去变正的。那我把这个移过来，2、3、4把它移过来，变正的 ，S 二。加 S 三，加 S 四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负一，减掉 S 一，减掉 S 五，再加上多少呢？8、9、10、11、15。好，那我把它算一算，算一算的话哈，这个 S 一等于多少 ？S 一这个。7加8加9加10加这个14 ，S 一等于48。那这个 S 五的话，这可以合并的，这负一减48。S 五的话哈，共同的有8、9、10嘛，哦8、9、10，共同8、9、10，加上多少？8、9、10，然后这11乘以15，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8、9、10，7乘以14，好，那这样把它算一算，这是8、9、10，再乘以括号11乘以15，减掉7乘以14。
括号等于，啊再减掉48，再减掉一啊，48191啊，48191，所以答案是48191。